家好，欢迎收睇东网视频，我是 Yami。 个个赞你乖，有时辰你最乖，自动自觉做嘢爽晒，个个放工咩，唯独你照踩，以民为本抵赚心态。是啊，冇错啊，真系有政府部门咁抵赚。入境处寻日宣布，将会在未来两个星期六，即是7月15日及22日啦，加开特别服务时段，由下午2时至晚上9时，开放入境处入境事务大楼4楼总部，以及另外7个入境事务处分区办事处，俾港人可以领取回港证、签证身份书以及护照。入境处表示，有关安排不设配额，市民无需预约，预计2日合共可以派发10,000本。厉害！急市民所急，不是口噏噏，入境处就能够做到见及理及了。为了服务市民而自动自觉加开特别时段来办公， respect。 但香港高官十国家领导人那位大讲民有所呼，我有所应，但港产官僚当中真正讲得出做得到者却是寥寥可数。喂，你知道的啦，后疫情时代，各国陆续复上，市民出游意欲急升，东网更加一早以发梦都想旅行六粒字概括了这种趋势。毕竟抗疫3年，不少人证件到了期都未有立即换证。提提数字啊，据入境处表示，今年首6个月接获900,000宗办证申请，每日平均超过7,000宗。4月开关初期最高峰，每日更加有超过10,000宗申请，较疫情期间日均只有2,700宗升到叭叭声。入境处明白到市民复常后想尽快出外旅游，考虑到暑假是领证高峰期，入境处加开2个周六，1400至2100，即是星期六的下午加夜晚，明显是方便了不少打工仔女，星期六放假又或者放半周，就可以去办证了。试想下，入境处之前已经试过在今年清明及复活节假期首日，因应通关后有不少市民从外地赶回香港换智能身份证，于是红日加班为市民换证。现在再一次展示为政以德，勤政为民，入境处对服务市民咁主动咁上心，好心其他部门就向入境处好好学习啦，建议施齐啊，咪周六不办公都夹硬死搬出嚟吃贵啲市民，嗰副嫌烦懒做嘅衰样真係影衰晒整支公务员团队，人工就识加，事干就懒做。嗱，入境处值得其他公务员学习之处真係多的是。譬如说，入境处宣布今日起各办事处暂停派发即日丑号，所有办证申请全数转为预约，同时会加大预约配额，将原有的30%即日丑配额全数拼入。这个安排目的在于令市民不再受排队档之扰以及通宵排队办证之苦，这些不就是为民着想，想方设法尽量减少市民不便，不像得之前市民去运输处办理车辆牌照申请排晒长龙等足6粒钟。哦，你们打蛇饼啊，打咯。连审计处都看不过眼，哪怕运输处牌照事务处长年欠缺效率，人手安排欠妥，边个是办公，边个是办公，明眼人心里有数。再说2021年疫情期间外佣足征大受影响，入境处推出自容易服务，令外佣和雇主按在家中透过网上一条龙式办理续聘外佣工作签证。其他部门额头是醒的，自动波临计较啦，是吗？会不会还有2022年4月运输处牌照处敢重开市民派畅弄等足6句钟这样的吊诡事发生呢？就是那句啦，以不定律不是个个部门都官僚，不是个个公务员都懒，10个里头大约8个懒，2个工作态度正常。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啦，似乎做事那2个集中了在入境处咁噃。好心不愿捞那8个醒下啦，你们既烦住市民纳税人，又被功夫审计处申诉专员公署做，你们有没有羞耻心的？好啦，大家对于今集节目内容有咩睇法？系 like 啊，搞错啊，定食花生？欢迎投票话俾我哋知啊！多谢收睇。